via! OK， 结束了。哎，还要比啊？还有啊？对啊，换场。你什么时候会去？对啊，去我那了。我要拍最后一个画面了，没来不及了。就到了，已经，我已经过线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撞到了，撞到杆子啊？铁板。为什么？就没看到，然后就直接冲下去，然后就死了，一流血。没有他们走啊，那你不是布置啊？你知道布置？不知道。是谁啊？我只要告诉他的裁判啊。哦。如果裁判走了，挡住了，糟糕，挡住了。没关系，我把它卡掉了。哦。那个，没有。所以这个是最后一场，没了，不会再交换了吧？对啊，最后一场。握手的话，没有，第三局。啊。对了，我要趁毕业之前去找一下你们教练，要不然我就没办法接轨了。找我教练。因为我跟其他人都没有联络，跟二年级、八年级都没联络。这样，你们教练有点尴尬。对啊。他们比赛完，你帮我跟他们讲那个号码一班说。我知道，没知道号码一，叫他们拿一班上通知来。没事嘛，你们教练有点尴尬。我不太同意的，对不对？我问他。我刚刚看他说什么，就是我去拜访你，拜访他一下，因为我只
跟那个旧的教练有见过面而已。还是新的，还是以前就已经有来过了？新的，新的，完全没有来过。对啊。Thank you.
们都超棒的。我抽什么饮料不见了，是要自己拿去了。好棒的。这么快就结束了，参加歌唱比赛，要不然你就是没有了。你这种清脆的声音，有啊，我去啊，可是就是没上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啊。哎。因为那个七班那个，我怎么会去？哦，那以前那个派对动物，那个，哎，那七班的有一个很屌啊。那派对动物啊。哇塞！对啊，哎，在倒数了，知道吗？今天已经分一秒在上台了。对啊，我一季之间，我们这第一场电影要太沧桑了。嗨。刚刚加那一个的，他另外两只都上去了，另外两只都飘上了，就是有一些不知道，不会啊，谁知道？他们差不多半斤半斤的。最轻松了。
我们第二九那九那时候的界内。我破色他进来。那没有，他不是，他整个那个都在界内里面。920，你有点眼睛吗？小小雷，有一点，你要再过来一点，张开一点，张开一点，大一点。我去。我忍那么久那么近哦。哎，你跳，你跳好看。我整个都慢慢给你抽掉了。哎，跳，走，你跳。有啊，有。有吗？有嘴巴吗？还在。
因为主任没有告诉我啊，是沈玉尔告诉我说今天有打的。我本来结果我今天拉肚子就太晚来了。啊，你们昨天有打？打了。啊，有进决赛吗？那就还好啊，那还有机会啊，我一定会排到最后啊。我人家毕业什么都赶不完。怎么会有可能？毕业是四号呢。男生还没毕业。篮球。男生还没比排球，都还没比。没有，应该排球比完你们就毕业了。比不完，我觉得。啊，有篮球，篮球是也是早上吗？篮球。有篮球吗？没有。可以啦，四次就比完啦。
啊？屁呀、啊，这么小，屁呀、啊，太快了。太快了。这边都有进步，真的有进步。那个。完了，我靠，有比吗？有比吗？好像没有比到啊，怎么就没了？没有，他们太快了，好像10-10开始。10-10啊？真的？为什么？因为两个都迟到，全部都迟到了。我靠，太屌了！因为太屌，10-10。叫他回家要干嘛？捡路了。哎，同学，捡路了，捡路了。Thank you.
走到旁边。哦，好，哇，中彩了！
要接。哎，接哎，你这么接。哎哎，我再跟我讲好，还是挺多的。哎哎，我去。俺们同学在我们宿舍上。
Thank you.
真假？我是问你，是拍的差不多了，给你拍一下。没有，因为如果可以只有拍一场的话，画质会比较好。因为每次都要一次拍两场，画质就会比较差。爸爸，你先，你不是下去都很好。哎，回去后置的时候就会稍微差一点。会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会有点。今天比得很晚，今天已经九点了。八点？啊？八点？不假，八，比较八点半。
超小贱，不是我觉得水玉文打篮就是打得有点 gay， 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他打球那么 gay？ 你有没有看他打篮球的时候？应该有看过吧？没有，那 UU 啊，他懒得啊，懒得做。对，我心脏够骚吗？够骚吗？让你做让我好心静。那你这么讲的话，我要为了你，我刚刚头发都剃光了。好哦，好哦。你不布置啊？你要布置？现在？是谁啊？我给他帮我发给裁判啊。哦。那如果裁判走了，挡住了。糟糕！挡住了。没关系，我把他擦掉了。所以，哎，那个，哎，没有，所以这个是最后一场，没有，不会再交换了吧？握手的话，没有，第三局啊。欸，对了，我要趁毕业之前去找一下你们教练，不然我就没办法接轨了。找教练，因为我跟其他人都没有联络。跟二年级、八年级都没联络，这样你们教练有点尴尬。对啊。他们在玩，你帮我跟他们讲那个号码一班生。我知道，没知道号码一，叫他们拿一班上通知来。不过嘛，你们教练有点尴尬，我不太同意这个。我问他，我问刚才他说什么？就是。我去拜访你，拜访他一下，因为我跟那个旧的教练有见过面而已。他是新的还是以前就已经有来过了？新的，新的，完全没有来过。对啊。Thank you.
有。真的，我马上就回来了。
那你这么讲的话，我要为了你，我把头发都剃光了。好哦，好哦。